天早上呢，我们没有煮早餐，因为今天是韩国的中伏，因为台湾应该也是中伏吧。然后中伏的时间就是夏季的时候有初伏、中伏跟末伏。然后这三天呢，就是要吃比较补身体的。然后韩国的以热制热的方式，让你可以在整年度身体都比较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吃参鸡汤，通常在这一天都会吃参鸡汤。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吃人参鸡。OK， 我信。但因为今天呢，可能会人非常的多，因为今天这个时间就会很多人都会聚集在人参鸡汤的店。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故意没有吃早餐，特别跑，就是等着要去吃人参鸡。跟着我们一起吃人参鸡吧，拜拜。그 아저씨는 뭐 먹고 있어? 까두기? 응. 맛있어? 괜찮은 거 있어? 那个是萝卜，你可以吃完又要加再来加。还有那个是。这个是烤肉酱，这个是沾这个的，洋葱也是。然后这个是，이거오징어같은데젓갈젓갈이지오징어젓갈아니야那个是，오징어가뭐지 squid 鱿鱼的冷盘。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长这样。松果的蘑菇，然后这个是他给的小菜，然后这个是蘸酱，然后这个是他的小菜。这种，莲藕的呢？猜一下就没问题。美哦，这个是 not spicy， not spicy 哦。네참매운거는정말매운데이거는보통은좀안맵지아니그런말점점매워근데그런말이있어그런말이있어처음에는안매운고추죠근데자꾸시키잖아그럼점점매운고추죠그만시키라고그래它后面有籽会越来越辣맵지너무매우면그만먹어뒤에점점매워원래그래Yes, sir. There you go. 我这个是放那个鸡的骨头。아네전복잘라드릴게요네그냥드시는분들도있어서네전복어디다놓아야되나전복여기요아기는삼계탕너무뜨거우니까옆쪽에다둘게요아네아기이거큰일나요마침에이게지금끓고있잖아요네네가위넣고갈게这个是我的人参鸡，上面这个是鲍鱼，然后我点的是鲍鱼的，然后可以看到它上面这个汤汁会有油，然后这个油的部分是它自己本身出来，然后这个是春鸡，
那欧巴的是有包括章鱼，然后鲍鱼，然后这应该是他们最成分里面最多的，里面料最多的。那小鲍的是一般的人参鸡，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这种它下面就会有火，然后一直烧，让我们这个会一直热。那小鲍就不会，但是因为它这种是陶锅，所以呢就也是还是会继续让它比较热。就像中间里面一个加大了，嗯，就银人的，真的 they are really soft。我超喜欢他们这一家的人参鸡，他们家这间人参鸡，我个人觉得比土俗村的好吃。소금있어요잠깐만잠깐만여기여기여기그냥찍으면되는데이렇게아니국물에조금넣어주세요응국물에여기어제가지금두번만됐어됐어믹스조금천천히천천히뜨거워 Even the spoon. 맛있다 Try. 우리초복때안먹었어초복때안먹어서기력이딸려그거는그그거좋아하는데이거这个汤真的超好喝，这个感觉就是很补。他们现在员工都在吃饭，因为我们来的非常的早。然后他们现在如果不吃饭的话，今天可能会没办法吃饭，会非常的忙。来，走。They are use a chopstick. 이렇게놓을까이것도네감사합니다깜짝그렇게좋아응삼장맛여기삼장되게맛있어응아유너 I think they made this 근데좀달콤해야아빠다리도먹을래아빠도다리나다리두개있는데여기그러니까아빠다리줄까엄마다리줄까드니모다리Yeah. What? So not healthy. It's very healthy. I think every day I can eat fish. Right, Mom? I'm not gonna cook this every day. Hey, why is there so much yakche in the one spoon? 먹어야지야채안녕하세요
천천히. 너 너무 행복하는 거 아니야? 몰라. 맛있어? 맛있어. 고기 먹어. 现在进来百货公司，然后来带小包去买他的衣服。因为小豹长得很快，所以我们不想要给他买那么贵的衣服，一下哦，而且男生都会把衣服弄得很脏，所以我们通常都会买比较平价一点的衣服，让他可以就是时常可以更换。这边都小朋友叫，哦，那个小朋友好可爱哦，但是现在好像已经都开始在换季了。我觉得全世界应该 Uniqlo 的衣服应该都差不多的，好像日本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嗯，小朋友好可爱啊！What about this? What about this? You want this?Oh. Still, this is like what you like, right? This is too big. Look. I think this is too big for you. Let me see. You like this? You like this color, or you want the black one?You like this color? I think this is, it needs to be Paisamshi. Let's try this one. I think this is more like it. Yeah. Too big.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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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ginal is long. Hold it for a second. I'll get the top for you. Theo, can you come here? Can you come here?Let me see. Oh my god. This is... Yeah. 现在我爸在结账了。我们买太多，因为买了小豹的，然后又说要买妹妹的。其实现在都换成差不多是换成是秋装了。Hi, Theo. You happy? You got a lot of clothes?我们的东西买太多，但是小豹想要帮忙拿，可是太重了，所以我们又再去拿了一个袋子，然后这样子两个分着。Ready? (笑)家里两个男丁的好处。我们现在走去贵宾室的路上，那这个贵宾室是百货公司的贵宾，就是你一年大概有买多少金额的东西，然后他就会把你升等成贵宾这样。然后它就是大部分的百货公司，只要是比如说像星光三月，那星光三月的你就可以进去这样。它这边会出现哦，我的 K， 我的 K， 我的 K。
Dear, come. Yep. Where do you want to sit? 네, 이리 와, dear. 아, 저쪽? 아니요, 나는 이쪽. 네. Do you want to drink something? 너 이따 네가 보고. 너 먼저 저는 아이스 아메리카노랑 이따 내가 좀 보고 저희 커피 원샷인데 괜찮으세요? 기본 원샷입니다. 샷을 추가해 주실 수 있어요? 샷 추가하겠습니다. 이거 아이스 들어가는 거예요? 블루베리 요구르트? 블루베리 그냥 요구르트 블루베리랑요? 네. 떠먹는 요거트랑 네. 우유로 만듭니다. 아. 아이스 네, 시원합니다. 시원하죠. 그러면 이거 하나 주세요. 네. 두유도 있네. 혹시 탄산수 있어요? 네, 탄산수도 하나 주세요. 네. 얼음 같이 제공해 드릴까요? 네. 네. 에, 디어. 它里面的尺寸大概是这样子。它里面大概是这样。디어 하이. 안 들어와요. 근데 아이스크림 在那里啊。这是我们刚刚点的，然后他竟然送我们这种台式的牛轧糖。这个是我的优格，然后上面又出现他们的贵宾室。我刚刚有跟他要一杯碳酸水，让他给我一杯冰块，就有肉粥。逛完街，然后小豹有一点饿，因为我们刚是早上10点多吃的，现在我们已经4点多了，所以他现在想要去寻找一些东西吃。然后呢，我们吃一点东西再回家。不，那괜찮아。结果他们又要吃。寿司卷，我的妈呀！
结果我们又来吃寿司卷，我的妈呀！No, you need to heat up. You can take out and heat up. 이거 먹고 싶어? 이거 먹고 싶어? 이거 뜨거워? 만져봐. 안 뜨거운 거 같아. 먹어봐봐. 아니, 이거 사시미. 어? 아니, 사시미. 이거 와사비. 사시미 아니지. I don't eat the sauce, right? You can eat the sauce if you want. 이거는, 이거 데워주시는 건가요? 겹치랑 같이. 아, 겹치랑. 내가 뉴욕에 있을 때 다쿠미라는 친구랑 내가 뉴욕에 있을 때 돈 생기면 맨날 일본 스시집 가. 다쿠미 더 좋아해? 일본 사람이야. 안 좋아하는 사람이 있겠지? 근데 这间 比较贵 因为这间 比较冷冻 现在在蚕室 我觉得这间的 比较贵看到有爆战力非常高。嗯，那这个是完的吗 ？Oh, now it's the right size. 现在不浓厚，这次的比较小。Can I suggest something? 아빠한테 물어봐。아니 그때 아빠 시킨 거 다 나오면 그때지금 시키지 말고 뭐 시키고 싶은데 맛있다 아빠 맛있는 고기 他今天逛街好耗体力，我们今天逛完以后觉得太累了，因为逛完之后我爸又去看了他的冬天的外套，然后他又说因为现在夏天不买冬天的话呢，到冬天的时候就会没尺寸，所以他今天又去买了外套，然后所以呢我们看完外套之后，因为那个外套要稍微做一些改，就是因为哪些部分比较长什么的，所以弄了好久。还有小豹是算是比较愿意陪我们逛街的小孩，所以他比较不会吵。看看我们今天的成果是不是比上次多很多？上次我们好像才吃五盘还是六盘？이기기는혼자서이거계산하는거야？아이런기기도있구나真的也是很累，因为帮小豹买东西，然后帮妹妹买东西，然后还有帮我爸买冬天的衣服，因为我爸就是他之前瘦了一点，所以他的那个有一些衣服已经不太合适了，所以就要买一些冬天的衣服。然后我们家因为一段时间就会整理衣服，所以呢他就有蛮多冬天衣服，现在就是都不太够穿，所以我们今天就买了冬天的衣服。然后我是什么衣服都没有买，然后我看看还买了什么啊？哦，我有，我想起来了，我买了什么？因为我的那个化妆水不够了，所以我去补了一下化妆水。所以呢，所以我们今天就周末就是这样过。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差不多四点吧，可是我们已经吃完了。我也不知道我们吃的是什么餐，因为我们早上的时候就吃了一个早午餐，然后我们差不多刚刚快四点的时候吃了一个，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晚餐吧。然后
然后呢，我们刚刚有多买那个人参鸡回去，然后可以给妹妹吃鸡肉。然后大概今天就会这样，看看我等一下晚上还会不会再拍咯。等我见，拜拜。Tio, what are you doing? Doing the running. Come, look at this. I did 272. Okay. And running. Keep up the good work. Wow.我们刚刚回家，然后因为我们四点多吃了那个晚餐吗，吃完那个晚餐之后我们就没吃了，然后回家之后我爸跟小爸两个就是一直在骑脚踏车，然后所以呢我就没有继续拍了，因为我们晚上就没有煮别的东西吃，然后我现在要卸妆，然后要来准备洗澡，因为明天小爸还要上课嘛。然后我最近因为身体有点不舒服，因为我就是最近这段时间都在减重，所以呢减到有点血压有点低哦，因为可能吃的东西不太多，所以血压有点低的关系，所以呢我最近就是需要比较多的休息，所以呢才会最近的影片上的好像应该会少两支影片吧，因为这段时间大部分都在休息，所以呢就比较没有拍影片，然后因为血压比较低的关系就会全身很疲乏然后很累，所以呢请大家原谅我，因为我最近就是真的很累哦，我是现在要卸妆哦，所以呢然后呢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就是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让小包睡觉，我就准备要来就是休息，因为最近这一段哇这边突然一边没化妆一边化妆差好多，天哪。然后呢我下周应该就会比较恢复正常一点，因为就是比较有休息，然后最近就是东西吃比较多一点，以后就是感觉身体有变好一点，就是体力有会稍微恢复一点，要不然就是每天都觉得好疲乏然后好累然后体力不支啊，很想睡觉，然后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是好像就有点昏昏欲睡，然后胃口不好这样子。那这几天有稍微好一点的，所以呢我的影片会继续上影片，但是就是休息这几天而已。那我们下周见咯，因为现在是我们的，我看一下，现在是我们大概八点多了，我要准备来去弄小孩，然后我们下周见，拜拜。